那是老位置，你这还挺熟，挺巧。这个他嘴咬不住了，那你换个小的呀？没有小的，他其实爱玩，但是就是这个他咬不住，还一咬容易跟我似的下巴脱钩。这什么人带什么犬啊？那你不带的也是史宾格吗？你说谁呢？但我这下巴啥的都挺结实的。是他人，他总无完人嘛。老天，你说给了这么一个英俊的脸庞，那必然他得有点缺陷。那杜乐眼神怎么样？杜乐眼神好，比我好。你还聊散光的事？那个呢？那是衣服还是人呢？那个？哪个？你说那个啊？一二三四，哪儿有人啊？哎，哪儿有人？那是人吗？啊，他跟你挥手呢。啊，看见是。哎呦我天！雾里看花嘛，水中望月，这更是一番美景。